走喽，我们要出去买菜去喽。两个液化气要罐子要换一下，两个气罐换一下，我一个，猪哥他们车有一个。今天的苍山顶很干净，看得清楚了啊，早上比较清楚，早上都洗好脸嘛，它干净嘛，到下午它就雾蒙蒙了。感觉每天要买菜嘛哈，反正前头有电，把气罐拿回来转一转。在车上啊，坐在司机的位置你就坐吧，把车看好就行啊。我买菜去啊，这车停到菜场里也不容易，就这么一点地方。我们把煤气罐拿好，胡子上呢去买菜，前面菜场。我就停在路边，有点担惊受怕，上面有个摄像头算了，这边还停了一个车，我把那牌照挡在他后面。但这个写了女司机，顾前不顾后啊，我有点怕。这个胡子上一买菜走开了，你就骑进了趴哈来看啊看。当心你看撞到你了，怕不怕？小米坐好，下来坐好。坐，乖，还是下面安全，知道吧？回来，小米，回来。另外呢，风也会相对比较大，其他都是蛮舒服的。啊，雾，太阳光照比较足，蔬菜啊、水果啊都比较丰富。常买的一只鸡，加点盐。云南这里水果比较多。再切三个百香果。小鸡蛋，再放一只柠檬水，再稍微放一点白砂糖，充分拌匀。这是干嘛？按摩烟，按摩烟3个小时以上。3个小时啊？我给你看时间啊。等一下腌制好了，晚饭聚餐。蒸烤箱蒸了30分钟，取出来，再刷上蜂蜜、生抽拌成的调料，还有橄榄油，还有蚝油，这样色泽看上去蒸出来的看上去更好看。然后顺便再放点别的蔬菜，红萝卜、玉米、洋葱，把它摆在周围。鸡腿和翅尖包，这样就可以烤糊。鸡肚子里面还放了一个柠檬，这样造型就比较饱满。这样放进去，再烘烤30分钟。做了吃的啊！今天阳光灿烂。今天烤的错了。这鸡里面放了什么？肚子里面？就是放一个柠檬。哦，放柠檬进去哈。对。玉米。哎，香肠。在当地产的。烤的错了。好，开吃吧。你拍多少啊？